大家好，今天我妈过来了，我好开心。现在我要开始准备做饭做菜，等一下我叫了我哥他们一起过来吃饭。今天罗俊也来了啊，你等一下这个笋给你炒鸡蛋吃好不好？好。你喜欢吃笋吗？喜欢。今天感觉有点紧张啊，因为好多人要做好多个人的菜，我要开始忙了。煮白切鸡，先把水烧了先，开始煮菜，让它煮开了再把鸡放下去。给你们看看，我今天有三个扳手，三个棒，半个呱呱。这个是帮倒忙的。我应该叫你妈妈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应该叫什么？叫阿姨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叫阿姨呀、啊。你总不能也叫丈母娘吧？给你们看看家里面的鸡，它虽然小，但是它很肥，全都是肥肉。你看，已经给你掏好了是吧？对，妈妈已经来弄好了，先把它滚一圈。滚一圈再放下去，这个鸡熟了，给它装起来。又是白切鸡是吧？对。哇塞，好像拜神的鸡啊！感觉我这个问题问的好白痴啊！对呀、啊，我们家那边的鸡肯定是做白切鸡啊。一个海鱼给老妈吃。我们家那边的海鱼的话都是水煮的，就放点盐，放点生姜，然后再放点水，就把鱼放进去煮熟就行。先准备来炒菜。来了来了。哎，阿峰呢？啊，嘟嘟，你要不要帮叔叔剥笋啊？叔叔就等着你回来嘞，这个笋剥了好久了，还没剥完。现在人到齐了，小舅哥也来了。今天写秋字。嗯，好。现在我家嘟嘟一回来就主动写作业了，真棒。开始来炒豆腐。这个我弟特别喜欢吃这个豆腐，对的，好好，豆腐应该要切一下的，你这个叫临时抱佛脚是吧？对啊，没事，切，阿姨去。哭我家乖乖，一个人躲到这里哭，哎呦，没事吧乖乖，哎呦。看我家坚强的呱呱，在那里没哭，躲到这个房间一个人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先来做你喜欢吃的辣椒炒肉来。这是我们的菜是吧？对。好。那个肉已经煸好了，就不用再先炒肉了，把这辣椒炒出香味，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回锅肉。对。怕不够辣，再给你们加几个红的。好。看你做菜行云流水啊，风风火火的。但是你每次做完菜，我每次收拾残局就不好收拾啊，到处脏兮兮的。出锅，哇，这个看着给力啊！罗俊，这个给力吗？这辣椒一定很好吃。回锅肉。这个笋，你菜已经做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个鸡肉，今天好丰盛啊！大肠，菜煮好了，这个鸡也凉了，给它切了先。吃饭喽，菜齐了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干么呀？来给你尝一下嫩重的这个淮山，来给点面子嘛，尝一下。弟弟，阿妈煮养的鸡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妈妈还想要鸡腿。该有该没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炒菜回家吧。不玩。卖家家走，你家家走。郭俊，这个笋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你俩觉得我做的菜怎么样？嗯，说不好吃就赶出去。nice。又是剩下你们两个包围了啊！慢慢吃，不要着急。我迟早会被你吃死。先是我，现在我弟来了，他来了。两个一起吃。我们就聊聊天，你们都说完了。那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
吃饱了吧？已经很晚，9:30了，让他们先走。